台东县卫生局第一次举办的健康金头脑赛，南回县四个乡镇全部组队参加初赛，答题正确率最高的达人乡奋战一个多小时，是拿下了第一场竞赛的10,000元奖金。在 OL 舞团的暖场当中，卫生局挖空心思想出来的健康金头脑赛正式开锣。孩子爱挖五年的机会是完的哦。第一个是贝尼医生，第二个是七侠，第三个是六侠医生。要跟大家讲好，不要相信别人啊。第一个，吐气含有酒精浓度。有备而来的四支队伍在九题的倒数第三题才开始出现不一样的答案。多小时的激烈竞争，最南端的达人乡拿下初赛奖金。九月份将和纵谷区、海岸区和台东市的其他三组优胜队伍争夺全县冠军。记者赖永成台马里乡报道。